Eh, apa?联盟打八分钟，打八分钟。刚才我们追的是六百，对不对？最早是六百，对不对？嗯，最早六百，然后加了一个青竹嘛。最早是六百六，六百的情况下，我们还要退那个多少瓶酒？退了七瓶嘛。退了七瓶酒就是减三十五，六百减三十五的话，六百减三十五的话就是，六百减三十五就是565，对吧？好吧。然后你再加一个青竹啊，青竹加155，咱们算一下嘛。对，你不是拿了一瓶二锅头你看我退了吗？啊，对，二锅头退了，你跟我说，你就算清楚。啊，你要跟我说，二锅头退了，我拿这个。嗯，好的，那就是。欢迎风雨哥啊。864。哎，咱们算，刚才那个是，600减去咱们没喝完的。刚才是600减。六百减去咱们没喝完的七瓶酒是。628。对，别，你跟我说，六百减没喝完的，你他妈一箱不足。一箱不足没喝完，那个风雨哥啊，600减去那个六百减去那个什么，减去七瓶就是35，是吧？那他那是几瓶？他叫五瓶。这个五瓶，这里两瓶吗？啊，5瓶。啊，5瓶啊。我看。那1、2、3、4、5，对，那里5瓶，那里5瓶，就是7瓶。600减75。没有人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你先算好清楚先，628减掉35，7，5，7。哎，别，我们慢慢算嘛，慢慢算。我们慢慢算嘛。我拿个计算器给你算。你来，不用，600，刚才是第一时间算600吧？第一时间算是628，我们先算。600，第一时间是老板是说的是600，628只是600，好吧？那600，那后面优惠的话，后面优惠再说后面的事情。第一次老板说628，那算600，好吧？OK。600减去35，对不对？对，600减掉35，然后你再加一。就是这565，565加什么？再加155。再加155是吗？青竹。再加155。对。再加多少钱？再加4瓶乌苏。4瓶乌苏多少钱？48。啊，对，48。768。你看，这是这个。后面你再加一个小龙虾。小龙虾再68，再就68啊。对不对？你还送。836，820嘛。你问问老板行不行？820行不行啊？已经。行吧，我就是820，好吧。然后你把这个，你把这个给我打包，这个哪个？这个给我打包，这个打包，然后这个给我打包，用那个盒子打包，用盒子给我装上，好吧？这个还要吗？这个你给我装上啊。好，这个呢？这个装上，好吧？好，给我打包装上啊。那我就1、2、3、4个盒子。盒子不收钱了吗？盒子啊。我都不说，你放心。打包那个风云哥，我去下一场喝粥那里，还有下一场风云哥，那节约嘛，风云哥，那我打包嘛，我下一场啊，风云哥啊，对，所以我打包我下一场啊，我对，因为两人不是很重要嘛，这一场啊，所以还要下一场，下一场咱们继续喝啊。那无所谓好吧，因为一家怎么不能待太久啊？我先把款给付了。对，你要收款吗，妹妹啊？
你不收款，他们打包走的忘了。820嘛。转了800啊！你给我干上，你给我干上。没有，就是有时候，哎，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嘛，对不对啊？把这个装上，这一周好货一点。我今天晚上吃饭，我明天我早上醒的时候，那我能吃吗？对不对啊？这就装上，我怎么不要了啊？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有什么的不要买，还那么好的菜。但凡我身边我做八个妹妹，那我也得打包，对不对啊？天天喝开油，二蛋自从刚刚过五之后，好像那有点抑郁嘛。二蛋，大哥说你抑郁了吗？没有吗？你还能整吗，二蛋？大哥喜欢你钢管舞，整啊，来呀、啊，啊，来喝一杯。不能随便喝大杯子里面啊。那变的喝多了，我操！你看变的二蛋。那、啊、你怎么不喝？不要摸我头。没，大满。大满，你变的一天，哎。大满的，你不要摸他头啊。来，我给你整一杯，啊。你不要摸他头啊！你摸他的话就来，蛋蛋，你倒上了，来，你先喝，来，要我先喝吗？干了，蛋蛋。好，看两边没拿了，孩子一点心眼都没做着，现在没事。分一个没事，他没啥问题啊，他喝多了之后我就不让他喝了，分一个啊。没事啊，这个不用装了，这个刺身不用装了，刺身啊，这是你的手机吗？对，是的。你把你手机拿上，你把这个给我拿出来再装上啊。哦，行了，那个鱼身就不用装了，鱼身。这个就不要了吗？不要，鱼身不要了。来装上。夹着，我们钱付完了吗？付完了。睡了，明天，改天再来，你们在这儿去。好的，风云哥晚安，我们去下一场再吃的粥了。风云哥晚安，风云哥，做个好梦，风云哥啊，好吧，拜拜，风云哥啊，走，我们就喝了个粥吧啊，等一下，我一个啊，再去喝个粥，拜拜啊。酒都退了啊啊！你不要过去哦，等着红灯啊。鱼生吗？鱼生肯定贵，鱼生啊。大哥，这个鱼生贵吗？三文鱼就更贵啊。二蛋不要跑，二蛋，回来，二蛋他妈。二蛋妈，你看那警车，你妈也想跑，回来。至少等，要等他妈我在直播，好吧，兄弟，待会儿妈他要撞死你了。二蛋，回来。绿灯。欢迎金金融大哥啊。
我操，金鸡怎么大哥都六十一级了。二蛋哪是熟悉变了啊。二年考试啊，升级非常多啊。二蛋，应该上厕所是在我们房间上的还是在哪里上的？因为我们房间，人家那里等了多少人你知道吧？人家这起码有六个人在那里排队。我们房间上的，你给钱了吗？可以了。啊，再我转给你啊。啊，给钱了啊。就是我们那个住宿弄不消嘛。哎，这儿砂锅粥，这砂锅粥，来。我天天是在你这儿吃的吧？来，整个，工人粥是什么粥啊？你问了多少遍了？我不知道工人粥是什么的。我说你问了多少次了？每个晚上都来问。是不是我每天晚上问，我每天晚上都忘了工人粥是什么粥？每个晚上都问。我问你，我都问一下嘛。工人粥是什么粥？工人粥。问了几遍了？你问了几个晚上了？啊、工人粥喝了之后猛，就是猛不猛啊？来来，又再喝。皮蛋瘦肉粥啊，皮蛋瘦肉粥再拿两个碗，好吧，我走上啊。200一天啊，你那个功能粥35，皮蛋瘦肉粥15，不得多用用吗？老板娘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这老板娘，你在这吃啊？我就在这吃啊。你拿个碗给我装上，我们两个人吃啊。啊。养的又可麻了是吧？我麻个锤子，我麻。你把那个给我打开。那个打开。我加点菜啊，他妈我吃了菜啊。这个不是吗？待会儿吃完之后你给我跟，来跟上。就开个这个就行了啊，不用开，不用开，就开个这个人，就开个这个行了啊。一个也放下面啊，这个绝对啊，这个好吃，二蛋，这个好吃，蛋蛋，快搁这里，蛋蛋这个好吃，蛋蛋，你都喝麻了，就不要装了。我什么麻了，麻个锤子麻了。在这酒那算麻了，麻个懒子麻了一点。这是真牛奶。是吗？是吗？是不是？是吗？吃不下。吃不下。稍微快。不卖多少锅。还没上周，
我前面一个人骑行海南车，骑山路车，一个人在荒山野岭里喝两箱啤酒的时候，你们都不在这儿。喝完之后，我还把车上再骑回去，好吧，兄弟。说那么多，哥们们，啤酒你非喝不醉的，喝白酒啊，估计要醉，但是啤酒嘛，那真就那真就话不醉。嗯，哎，我想吃，嗯，没有，嗯，说话有没有？啤酒真是不醉，嗯，啊，就上了，好吃，嗯。哎，你们咬一下。你知道我昨天给你咬皱吗，太太？咬个卵哟！昨天你们你喝的皱呢，不是我给你咬了。我躺在那里的。昨天你们你喝的皱呢，不是我给你咬的吗？我直播给你咬了，好吧，一天。二蛋他妈就是鸭，死鸭嘴，死鸭嘴他妈就是嘴口硬，我操！二蛋，变的。昨天喝多了，他妈一个人坐在这，我还把粥他妈当直播面，我要给他喝。对，这逼的。对，好像是的。我把录像调出来怎么说？你叫我叫爸爸可以吧？我都说了是你咬的。对，我后台还有那录像，好吧？昨天喝多了，你坐那里，我给你咬粥，咬了之后我坐在一边，你把粥喝了啊，对吧？还变了一天啊。喝点酒啊！这有菜，再加点菜吧，再加点菜吧。很简单，兄弟们，有时候哎，你非心善。二蛋他妈死鸭子，要不然就嘴口硬啊，一天啊。本来就是你挖的粥啊！你妈，你的小发菜，他妈就嘴说来，就整点肉，整点肉啊！天哪！今天还好，今天没有走那么远。有杀气吧，有卵杀气。看我的兄弟可以点个外卖哈，这是皮蛋瘦子，看我点了烧烤，那他去过吗？黄子25，砂锅麻辣就饱了嘛啊！
专业家长妹妹。继续去买啊！大白，你现在你哥赚的给你花了吗？可能够啊，不够我好个懒得我花。嗯，那够不够？也是你的。吃好就完事儿啊，就是大哥们都不在乎，你吃好就行了吧，行吧，也不喝什么酒了，喝吧，喝吧，懂我意思吗，二蛋？哪里还喝得下？做那个主播，一天呢他赚一千嘛。哎呀，别挣这么多啊！粥好喝，喝就完事，粥好喝。买粥啊？买粥呀？啊？买的。要什么粥？嗯。嗯。多喝点粥，二蛋啊。哎，不喝这有劲，不喝这有。
哥在家。不过土豆说今天钱到了，还明天转呢，对吧？大飞不赌，他们我们有需要刷礼物的欲望吗？垫一下兄弟啊，有没有刷礼物的欲望？大哥我赌你了，大哥，刷个办卡吧，哥哥啊，先刷个办卡吧啊，垫一下啊。还在吃吗？垫一下凡哥什么办张卡吧啊，垫一下。我刚刚过来碰杯了，现在不理我吗？204兄弟啊，刚刚过来碰杯，现在不理你啊！你特地下的斗鱼观看我，大哥，消费点嘛，大哥，特地下的斗鱼过来看我啊，消费点嘛，兄弟，因为我这边有来机，被我封禁的人，他妈马上注销账号，那马上他妈有小号的人，好吧，消费点嘛，兄弟。我是办卡进群，飞机上网管啊，哥们，来兄弟，哥哥，哥哥，你看怎么说，哥哥？你先帮我咬，你先帮我咬着。今天关注我嘛啊？你关注我就天天看嘛，今天就有没有牌子，有没有办卡的都无所谓啊。一飞就这样，都很真实吧？斗鱼没有我这么真实主播，好吧？啊，是吧，哥哥？圣雄兄弟说我这人就太假了嘛，哥们，我如果假的话，斗鱼就没有真实的主播，好吧？去看看别的兄弟嘛，去看看别的主播，好吧？好吧，兄弟啊。我说，我这里，咱们这玩真实啊。但是呢，有时候太聪明的话，觉得哎，你非他妈就是傻子。我说你看啊，去其他主播那里啊去。我西游传谷，但凡有房管的话，都能找我来免费吃喝，我给你照顾好，然后再给你开房，好吧？
当然，人们吃肯德基是随后的话，好吧啊？啊，为什么呢？我能承诺的东西就那么多，好吧？不要说你非得假这么假，你说假这个时候，只有在我直播间，我能读你弹幕。你这直播间你他妈有排名嘛？对不对啊？对吧？那么这么简单说，等会就这样。要不要多少钱？我把钱付了啊，十五块。你把那个盖起来。哦，我来弄。你把这个盖起来，那个盖子在哪里？那盖起来，拿回去。我们回去了啊。我给你扫微信啊。妹妹，你扫不起，妹妹。妹妹，你这二维码我扫不起。扫不起。啊，能扫起。那十五块钱嘛。对，十五块钱。啊，好的，妹妹。走，把东西拿走，我们回去睡了。睡了。人生一岁岁，要我父母陪我生。人生谁？说人生。你说肯德基吗？来什么这儿？这不肯德基吗？哥们们，一天，肯德基。金梦水湾那也是吧，哎，兄弟太贵了，兄弟。那成都他妈成都100多块钱就能啊，成都100多块钱都他妈就能口腔护理啊，那200多他妈啥也干不了，我不去啊，谢谢。啊，睡觉。先，把冰水。哎，我拿冰水。我这边我上去喝，我他妈早上喝。道具都在那里，道具都，到这，这到车店就充满了啊。我的爱心就像一颗。不散你的米啊，二蛋，刚才你过来续房的时候有几个人在这里这房间吗？就一个小男孩。那你我走去这边。我走这边比你先到，好吧？这是他们的衣服是吗？啊，我走这边。他说比我先到个篮子，比我先到。这儿什么？咪咪过来，咪咪。
咪咪咪咪，妈不是怕我，我操！别人怕我。熬着一个，爱上了一个。二蛋，二蛋。二蛋，你不拉纸，你们里面上厕所有垂着的纸，我操！不够，他妈我，你他妈一晚上你上八次厕所，你能够吗？嗯，哎，把空调打开，擦擦没有？你怎么能把他妈这个关了？我操！太热了，睡不着是吗？这个空调他妈嘎嘎猛，里面的空调嘛就是叫暖男，真的。这个他妈就是暖男兄弟。这嘛就是软了，这个不行，这就嘎嘎猛，听到这个，小叔叔。我们连麦空调那就不行啊。外面空调嘛就嘎嘎猛啊，嗯，妈，音乐插上啊！换这样子，我的心子一看这空调，奥克斯嘛，哎，不知道啊，108这个房间呀，这个房间108啊，嗯，二蛋。你洗澡，你出来的时候你把衣服穿上。哎，你在洗澡吗？刷牙。你出来，你把衣服穿上啊，不要给我暴露啊。刷牙。我刷牙吗？这不要把你小脸，不要把你小脸露那个那露出来了啊。你刚虽然说金针菇，但是不要露了啊。一张床一张，他说是意向。二蛋怕我抱他睡啊，二蛋闭眼的，他都睡地下的。二蛋，他都睡地下的，兄弟们啊。蓝牙已连接。咱们找个妹妹吧，找个妹妹吧，找个妹妹。我以为孤独了，也孤独了，咱们找个妹妹问一下吧啊。看有没有妹妹啊？嗨呀，龙马 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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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哥妹妹，我们玩什么？你是什么主播，妹妹？颜值主播。你多少分啊，妹妹？我吗？你要玩点低俗的吗？啊、问我多少分？两个大的公益好吧，换一个啊！你真五分加五分，妹妹，我真五分，妹妹，我经过我妹妹站着，妹妹，我给你看，妹妹，
妹妹，我不吹牛逼，妹妹，我真无畏，妹妹，但。